掌声欢呼声响亮一点。 芝麻开花节节高，还剩下最后的一步了，现场的朋友，用你的掌声给他增加一点信心，好吗？嗨！现在大家先看到我们的小将军松开他的双手，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女同胞带来一个动作。 这就叫做妇女的顶半边天，女人鼓掌，男人休息。所有的女同胞尖叫声，谢谢。台下女兵中台下十年功，一共三起飞跃的金牌了。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最精华就在我们小将军的头顶上。这个节目不但需要我们小将军要有很好的控制能力，而且要有极强的心理素质。 这个节日上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传统表演了。好，我们再次感谢小朋友们，谢谢。